Hello，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秘密世界。今天买我的是打怪升级你的剑，变变变。这里有商人，咱们先去撸这个小怪。我嘚儿，他怎么还会还手啊？救命！哎，获得了一个肉。哦，撸这个怪才对嘛。获得荧光晶体，这些就是钱币。我看现在100个金币。哎，我买剑呢！哇塞，绝了！直接坑我钱是不是？我从商人这里买，会不会 OK 一点？哦，直接点装备就可以了。你看这多猛！压后，这个给爆的太少了，咱们去撸前面的，找一些不会还手的。这个恶魔。呜呼！又出来了一个。这样既然不会还手的话，那咱们为啥不直接跑到前面的这个区域去撸一点厉害的呢？戏不戏傻？大爷，我看就撸大爷。我就看着你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哇，你看咱们这挣钱速度，嗷嗷叫啊！哎，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去买一点。这个多少钱？这7800，这个3000、3500，13500，3500。哎，你看他这个就很奇怪。他说我金币不足，装备。哦，你看，咱们这前期的投资还是非常值的。他快嘎了，这个大眼都已经爆了那么多了，如果咱们再换一个，那是不是直接就无敌了？直接跑到前面去。地狱骨头人，呀吼！一叫我的叫啊！加油！哎，我这还可以使用技能呢。咱们的移动速度贼慢。哦，这个终于被咱们给干掉了。我看这个小羊可以干嘛？宠物，还有这个呢？哦，咱们先不着急。原来它这分3个方面去成长。有加力量的，然后力量、幸运还有速度永久提升。我先把咱们的剑给升到最顶级，最顶级的剑我看看多少钱，往下面拉，20000个金币就 OK 了。我现在
马上上马。 OK， 我点，我拉，这一万八，一万六，一万五，一万三。嘿，你瞅啥？为啥这样还是让咱们捡取五十个打一下？只能捡五十个，那我图啥？加油加油加油，OK， 有一万，那咱们先去搞点宠物的。老半仙又回来啦，这个大眼不隔撸，随便搂两下它就没了。然后这个移动速度的话，我感觉也没啥必要，因为咱们用疾跑状态，这速度也可以了。小伙子，你想试一下吗？100个金币，这个是多少个金币啊？哦，刚刚没点到。哎呦喂，宠物蛋老是点不到。好像跑到这区域里面，刚不是有个1000的吗？我出来了，我又进去了。哦，它这个会慢慢往上面增加的。140就140，我这随便砍一刀，这就会给很多了。160。在这个地图里面，我终将成长为剑神。剑神可以，千万不要变剑人。200，一个小黑。240，260，哇，这什么宠物长那么丑？280，300。320。哦，这还可以让它装备升级啥的，这也没有说它的等级。加80，这个小老虎真给力，最高的这个小老虎了。哦，九尾狐装备升级，卸下。升级怎么升？
那咱们这样随便再去撸一下，看咱们这获得金币速度。怪呢？哇塞！哦，还好这里有大爷。低等级区怪都已经没有了，是不是干掉一只少一只？哇，我这攻击力太高了，这随便搂两下你看它就没了，这一剑的伤害。那我用手打呢？哦，那咱们就用手打。这是一万永久提升加幸运。源源不断，你干嘛哟？你这样打死了他，一会儿不复活了咋整？你看我这样好事多磨。我帮你捡一捡，不用谢。点一下幸运，又给咱们提示。哇，你看，哦，点一下是有赚有赔，不过整体来说还是相当的赚的。你看，现在12万、13万、15万，这速度力量全加。早说可以这样，咱们赚够10000个钻石之后就可以直接点这个，然后速度这样加一点点，没啥区别啊。看看攻击力，尽量攻击它加一，我刚刚买了那么多力量又去哪儿了？难道是加这上面去了？还是加一，这速度根本不会增加，骗人！呼呼呼！不过这伤害可真的不骗人。我抓 Q， 安德利波波。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我现在在这个地图里面已经无敌了，哎，咱们要杀有杀。那好吧，咱们今天就先玩这儿了。这里面怪物已经都被咱们给撸光了，一刀，小伙子，喷！哎，为什么我干掉他之后我还动不？哎，他们被干掉之后。复活点怎么变这儿了？哦，只有这个小伙子出不来，其他的通过变身都跑出来了。那好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